老实人怎么才能看得出女生喜欢你呢？有些人真的别看了，容易做梦。最明显的一点，先看他的朋友圈，如果他的朋友圈开始频繁的更新，而且发自拍的话，你点赞的他留着，你没点赞的他都删掉了，出事了啊！当然还有种最绝的姑娘，她发的朋友圈是仅你可见的，这类的朋友圈通常是晚上发白天删，你不点赞或评论她肯定就删掉了。同时她在社交网络看的最多的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你前女友，消息秒回的同时呢还会改个性签名，而且个性签名非常隐晦的。看她喜不喜欢你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呢就是她的姐妹了，如果你和她擦肩而过，她面无表情，但是她旁边的姐妹却哎这不那谁吗，哎呦如果他干什么都跟你报告，什么事儿都和你分享，那这就很暧昧了。那他可能是没有人聊天啊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但是如果他把聊天截图发给了姐妹，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呢。经过姐妹的一通分析，再经过他姐妹的添油加醋、煽风点火，你俩可能明天就成了。另外就要看他的反应力和表情包了。如果老是叫你名字，他去先抬头，他和别人说话，但瞟的是你，而且说两句话就要给你发个表情包。当然啦，是这种表情包，不是这种表情包。哎呦，太复杂了，怎么才能一秒判断他喜不喜欢我呢？他洗完澡回来找你吗？不找我。有一个老实人，他没有说话。